港智我许众分享的 Monica， 今日会嚟带大家睇睇会晒一个1A 座低层 cast 室嘅单位。呢一个系一个四房三套嘅单位，实用面积有1368十尺。事不宜迟，我哋一齐嚟睇睇呢个单位啊！咁我哋就喺玄关嘅位置啦。咁呢个望落去咧，就系、是、长方厅嘅。咁去到厅之前，左手面就系一间睡房。咁呢个睡房咧系采取呢个落地玻璃式设计。咁其实两边窗咧都开咗，但系听下都唔系话好听到有声音。咁然后呢度就系佢个套子，系连埋浴缸嘅。咁然后我哋可以出翻嚟就见到两边分明嘅大厅，呢边望落去就系个阳台，个景观咧系望翻内园嘅。咁然后后面咧就系、是。向住厨房嘅饭厅啦，咁我哋可以去个厨房度望一望。咁呢一个系一个梗厨啦，可以见到其实所有嘅用具都唔系话用过，全部都好新净嘅。咁呢度就系一间工人房，系连埋嗰个俾工人姐姐用嘅厕所嘅。跟住咧，呢度首先一入到去就系个厕所，咁但系呢个厕所系冇浴缸，系企缸嘅设计。然后右手面就第一间睡房啦，对面就系一间套房，咁就比头先嗰间睡房要大些少，同埋两边窗都系落地玻璃式设计，咁冇开到灯都好。足够嘅个阳光，咁呢一度就系嗰个套厕啦。咁呢一个套厕咧，佢系有埋浴缸连埋企缸嘅，咁可以想象下，享受住呢一个风景，咁一路喺度浸浴，其实系一件好惬意嘅事。咁我哋就睇完呢一个单位啦。如果大家对呢一个单位有兴趣嘅话咧，记得揾我 Monica 帮手，电话系96259888。我哋下次见啦，拜拜。